好，谢谢，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也有请下一位幸运粉丝登台，有请。因为我也是从 S2 开始的老玩家嘛，每次看到优卡选手积极向上的职业态度和充满激情的游戏态度，都觉得像是回忆起了自己打游戏时的这种激情。也希望优卡选手能够越过越好，因为去年 TT 是差一点进入季后赛嘛，今年也是进入季后赛，也想希望 TT 战队能够在季后赛上越走越远，也希望优卡选手能够重新回到世界之巅，谢谢。哇，真的很感人，来拿走一份的礼物，谢谢，谢谢你的支持。好，跟优卡选手一起向前，我们其他选手也可以一起比个大拇指哦。来，三二一，谢谢，谢谢这位粉丝，谢谢你。好，也有请下一位的幸运粉丝登台，有请。来，来到我们的身边，有什么想和我们的选手们说的吗？就是我今天非常高兴，第一次来线下观赛就被抽中幸运观众，然后恭喜 TT 2-0零下比赛，然后希望在以后的季后赛中 TT 继续加油，取得更好的成绩，谢谢。谢谢你，也可以拿走一份你想要的礼物。好，拿走一份礼物之后，啊，可以来。谢谢，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也有请今天的下一位幸运粉丝登台，有请。来到我们的身边，有什么想说的呢？恭喜 TT 赢下今天的比赛，我是幻风选手的粉丝，然后想请优卡选手对我的姐妹说声生日快乐，她就在台下。아유카선수한테부탁인데요아이팬분들이그친구가앞그뒤에서안고있는데생일축하한마디해주실수있으신가요名字叫什么？小玉是吗？哦，小玉，生日快乐！哇，朋友听到了，我也看到了，谢谢。还有什么想说的呢？然后想对瑶瑶选手说，你打得很好，一定要相信自己。最后想对唐焕峰选手说，希望你能有好的成绩，但更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然后 TT 季后赛加油。好，谢谢你，也可以拿走最后一份可爱的礼物。好，也可以站在焕峰选手身边来一起合照。啊，怎么是下路比心啊？你们这个节目效果是有一手的。祝一届三连的万事如意，每天都有好心情。